二爷。哎呦，商老板，您这又是干嘛呢？哎，二爷，你当铺里边还收古董吗？我这东西作价给你得了。我认识你不到两年，你这家产都当了好几回了，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呀，我这回凑钱买大飞机，炸日本人，棒不棒？棒，真棒。那是我拿什么东西？送你的。值钱吗？宫里的玩意儿。当给你了，多买个炸弹。商老板，你这是缺钱呢，还是缺心眼儿啊？这样吧，你要是真缺钱呢，我给你出一主意。你手上不是还有水云楼一半的股票吗？抵押给我呀。拿着吧。现在你就是水云楼的大老板，我就是你的小伙计，以后只管按月问你要包银，戏班子里的家长里短我都撒手不管了。你就不怕我赖账啊？不怕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我卖身契吗？哟，这是你的手印啊？就这么一丁点儿？这不跟杨贵妃恶心的那个红痣一样大吗？哈，那年我才几岁。这给我吧，我再给你放一笔款子。哎，自打我成了水云楼班主那天，这卖身契就作废了，你留着也没用。别说我讹你啊。那你再给我写一个管用的。行，我给你写一个。说好了，你们家三妹子找着了？算是找着了吧。那他几时回家啊？曹国修那边有个延安的人，是他给我的消息。查找去延安了？嗯。我知道以后立刻捎话给他们，说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希望延安那边可以放他回来。他们扣查查？他们倒是从来没有扣人那么一说，是查查自己不想回来。还登报发声明，说要跟我断绝兄妹关系。哎，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。不过查尔在延安待着也挺好，我看他们都挺靠谱的。商老板什么时候又看到延安的人了？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？你别多问。查查有了下落，等我把手边的事儿忙完了，最多二月份我就得走了。上哪儿去啊？先回上海，再去香港，有可能直接去英国。几时回来啊？仗打完了我就回来。走还走了，我知道，我唱错了《战金山》。害得你被日本人拿了朵了。你别这么想，
日本人只要对我有所图，他就饶不了我，有你没你都一样。商老板，要不你跟我去上海吧，就当是跑码头了。要不然我把外边那东西都给你，你留下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我跟你去上海能待多久啊？以后也不见得跟你去英国唱戏，那不对牛弹琴吗？二爷，你安心上路吧。一个倒霉孩子，说点吉利话。Yeah.